我的小羊腿儿，撒点满口星椒盐，浇上点秘制小料汁儿，哎呀，这小味儿挠挠的。小味儿奶香奶香的，哇！继续，乖。吃肘子先吃皮，
培根金针菇，家人们。这大把蒜老好吃了，你就吃串儿，配着大把蒜，哎呦我去，嘎嘎好。太香了。麻辣兔头又来了，小兔子乖乖，兔兔这么可爱，为什么不吃它呢？你知道它有多香吗？甜啊，上颚啊，舌头，它是能吃出兔肉的香味，而且是不腥的，不是那种全部是佐料味，佐料味的话就只有佐料的味道。很入味哦，你们说我不吃鼻软骨，那是因为我觉得鼻软骨的肉太少了，它不叫肉，它只是一个小脆骨。这个头是精华呀，它跟身上的肉是不一样的，为什么呢？好吃的都在头上了，比腿还好吃哦。脑花，哎呀，好香啊！这个开袋即食的，收到货可以直接吃，但是拿去加热一下会更好吃，怎么加热都行。上锅蒸啊，微波炉加热啊，都可以啊。加热一下更香。
看到了吗，姐妹们？太有食欲了，看，是吃的更有食欲哦。哇塞，好烫！来，舌头，腮帮子。顺序要按照我这么吃，你才会吃得很干净。吃兔头的灵魂顺序。眼睛，眼睛要用这个抠，才能抠得干净。舌头，哦，不是上颚。脑花。藏在里面，肺骨，错过了。这种干巴巴的排骨太香了。特别嫩。泼辣金针菇。
这个是蒜香口味的，蒜香口味的老好吃了。来上它一口，嗯，羊头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鸭，刷到此视频就是缘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和支持，这个视频拜托您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小鸭在这里非常的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这边还有一个，我把这个羊脑先破开，这是一整个的羊脑，好烫好烫，有点烫。这个羊舌头，羊脑花，
公鸡头，看着好大。它的公鸡头真的是很大，品质也很好。嗯，好吃。这鸡冠子太爽了。这瓜子一口吃不下，这个真的很好喝。这鸡头有大的有小的哈，我吃的是属于大的。Thank you.
得劲儿。看，能炸断。太干了，哎呦我去，哎呦妈呀，五成，一二三四五，哎，爽！这也是五成，对，是五成。安康鱼肚。